好的，今天我们讲一下 Smart Cover 的软件的使用方法。先安装软件，我们双击安装程序。好的，下一步，接受许可协议。下一步。啊，这里可以选择安装路径。然后完成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桌面。啊，我因为我们是覆盖安装的，桌面会显示那个快捷图标，我们双击图标。工具里面一个机种切换，我们现在是五号，以五号板为例，就选择五号机器控制系统确认。啊，我们这个桌面会有几个控制单元。有图源列表、图源库、控制面板，是我们软件今后所要使用到的频率比较高的控制单元。好的，我们先讲解文件编辑。我们可以导入文件，矢量文件导入，也可以从文件导入文件，我们从快捷键导入，打开，啊，单位是毫米，我们看到我们导入了一组图源，我可以选择编辑存储图源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之前选择了一个图形，我们可以因为小圆切割速度不能太快，速度太快，小圆会变形，我们可以将小圆换一个图层。啊，我们可以直接将，也可以直接外挂换一个图层。因为优先级一，我会给它直接改优先级都可以改。改回来。优先级一表示这个图层会先切割。双击可以用到当前对象，也可以双击前面数字。因为这个小长方形图形也比较小，速度不能太快。可以，我们可以修改里面路径优化，你的最近起点、最短路程，右下角，确认。我们可以模仿一下轨迹。我们先将这个组图源存储，
我们看到这个轨迹稍微有点乱。我们可以滚蛋，我打伞，因为在打伞的状态下才可以编辑路径优化，去。OK，我现在看到轨迹比较正常，我可以加速。那我们再加资源重组，添加到图源库。然后将这个图形删除。点击编辑图的其他图形这样出来，啊，再选择一个，再编辑，重复上一道工序。路径优化，自定义起点，最大路径右下角，确认，重组。如果不放心，可以再确认一下轨迹。这个就不行，我们需要先切内框，再切外框。我们可以在导入图源的时候更改它的名称。我们可以以码数命名，如果第一个图形是一码、五码，第二图形是六码。加到算库，
刚开始操作是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一旦操第一步将图源文件设置完成之后，以后就不用重复设置了。我们假设同样的图源，一共有四个码数，五六七八码。我们也可以，因为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不多做图形。我们假设这组图源只有四个码数，我们可以将导入图源固执，我们可以将这组图源导出，设定一个文件名。唯一导出一，那已经 OK 了。那如果我下次删掉此组图源，删除所有资源，可以将导入一全部出来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可以将我们之前文件夹里面的。选择的这个文件删除掉。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直接删除掉，下次直接从这里打开。OK，我们。导入图源，可以。这种操作就比较方便一些，只是第一步比较麻烦一些，但是以后操作就比较方便。我可以选择，如果我要手动排版10个文件，可以按住左键不放，拖动它到加工图面，松开。可以，点添加，点右键结束，OK。点右键结束。此刻结束。